据知名博主长春国贸爆料，赵本山与黄宏本是好友，但近年来两人各忙各的，私下里很少有往来。据说是因为在争抢与宋丹丹合作中闹得不愉快。89年到92年，黄宏与宋丹丹在春晚上连续合作4年，被称为最佳搭档。93年，宋丹丹退出春晚，转向影视圈发展。98年复出后，仍然是与黄宏合作小品。到了1999年，当黄宏再次准备本子与宋丹丹上春晚时，却意外得知赵本山已先行邀请了宋丹丹。为此，黄宏对赵本山相当不满意，认为赵本山故意拆台夺爱。自那以后，与赵本山少有往来了。对于二人没有过合作，本山大叔解释说，我和黄宏现在都很忙，所以很少有联系。各位乡亲，各位父老，下面多声个广告，本人虽说村长落选，但思想工作还是要搞，在家